为着要纪念郑南榕先生追求言论自由、奉献牺牲的精神，市府是率先全国来订定着每一冬的4月7日是言论自由日。今仔日市府是召开着记者会，向外界来宣布，3月25日到4月30日会透过这个线顶啦、实体装置展览、阁有演唱会等等的形式，来纪念已争取100%言论自由的精神。为民主咧出风头，都家己一日嘛免大声看，上来就是。透过音乐创作，传承不同世代自由价值，呼吁大家做伙守护台湾民主。但是率先全国，制定每冬4月7日为言论自由日。今年市府也将举办相关的系列活动来纪念。4月7日，按时表演，够咱台湾台南的狗屎运爵士乐队，够阿基饶舌歌手，够童根生灭火器。那刷定活动有专家的专文。各广播电台、Podcast， 还有美光出现的 YouTuber 热热法力来做放送。今年主题定为我主张新世代自由，提升强化判断的能力，含扎正经的假，是新世代台湾人的责任。让言论自由无变质，才能真正延续台湾的民主价值。1989年4月7日，郑南榕自焚的那个火焰，一直在我们心中燃烧。我希望那个燃烧能够传承下去。让那个火焰持续在台湾人民的心中燃烧，因为那把火焰提醒我们，台湾主体的地位应该要由台湾的人民自主来决定。我们纪念它，我们希望珍惜现在，我们也期待未来的下一代能够珍惜得来不容易的言论自由。真感谢咱过去付出的前辈，也因为安尼，咱台南市哦，咱咧继续。对着言论自由的这个部分，继续来哦，让更加侪人知影，尤其让更加侪咱的少年朋友。今年4月7日下晡，伫台南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户外广场会举办演唱会。4月7日到4月30日，伫园区内也举办装置展览，另外阁有线顶的相关活动。记者孙和平区采访报道。